他就会，你看，就说我不能改这里的话，不是有一个防灾功能吗？我把这里挡住了，它就会没有，然后我放开了就会有。它这个是感光的，就说只能通过这里去弄。它只是就说一个浅度的防水，它不是说深度防水。就是说你拿去游泳这些的话，就肯定可以淋一下吧。胶没法这个我要全屏的话，PS 三，要主板要原装的。主板要原装的。没有。不做原装的。不做吗？原装你是指翻新的那种是吧？就是旧机器翻新嘛。旧机器翻新那个质量不是太好搞。让我老师运气也不行。对，我们平板电脑现在做的少，是不能用的。可以了。